哎，所以你们在不来，我已经快把这边酒喝完了，赶快赶快！你这是什么造型啊？就是狂哥的造型。狂哥就是你们的东西会干妹啦，一起干啦！啊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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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发生。怀旧的 Kiwi， 对，而且它喝起来很顺，因为我平常其实不太敢喝 Whisky， 嗯，它这个是女生都可以喝。没想到他们会这么搭，它跟酸梅汤，外面喝不到的啦，而且你喝的时候它有一点点的烟熏味哦，你可以喝到那个淡淡桂圆香气，它的口感非常的滑顺啊，所以女孩子啊也非常喜欢这样子。主要这款酒是因为它 CP 值很高，我爸喝的台湾五招啊 ，CP 值管的哦，怎么可能啊？那我在家里就可以跟朋友一起约，对啊，对，调这个给他们。OK，我们让小喝一下，我们去旁边跳个舞，好不好？我要跳舞了，你去感受一下那个格兰巴的舞，在电子花车前面。对哦。我跟您讲啦，要成为一位唱跳歌手不是这么容易。哦，对，我知道的。必须能唱能跳，还有活力。他很会唱，很难。真的还是假的？他是歌姬，柠檬歌姬，你没听过吗？我想说歌姬啦，收割你的灵魂的那种。真的假的？柠檬歌姬，灵魂歌手，去给西亚力出来唱，灵魂都有休息。休息哇，对。那我们来唱一下好不好？好，很简单，就是 one two three four， 格兰巴来淋巴，格兰巴雪莉加。欧巴和巴金加和丽娜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你自己唱的是。格兰巴来临吧，格兰巴雪莉加，好可怕。欧巴和巴金加和丽娜，哎，你的嘴巴跟你的手没有在同一个节奏上面。你给我个抒情版本的试试看。我试一下。哎，格兰巴来临吧，格兰巴雪莉加，欧巴和巴金加和丽娜。喂，够了够了，对，哎，方圆五百里，所有生物都死掉了，哇，差点车直接开到白谁白谁白谁，对啊，没关系啦，跳舞一定 OK， 嗯，那我们要不要来直接跳一段？你确定场上可以哦？既然都来，你格兰巴喝了就是要跳了，好好好，没有问题。Come some of the music。格兰巴雪莉加，欧巴喝巴金加，喝丽娜。格兰巴，到底能打开帕拉？哇，碎碎碎！哎，你好 rap 哎！哎，要看完整版就上巴蒂的 IG。哎，那个 MV 真的拍得很精，很厉害，很厉害。小安好漂亮。真喂。对，要再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们这台这个花车呢，它非常棒，它已经开始全台巡回在跑了。然后呢，9月21到22呢，都会到我们这个台北的花博园区啊，这个有趣市集，所以欢迎呢全台湾的老店酒老咖阿布九阿八都会来临格兰巴，好不好？好，拜拜拜拜拜拜，好不好？大家来喝起来，一起来跳这个是什么？格兰巴舞，对，发发发舞，发发舞，让你发发发，对，发发发，女孩好野，发发发，好不好？耶，需要需要。好，那你继续逛，我去喝一下格兰巴了。好，好嘞，我要上班了，拜拜拜。